浮尘。在古代用作扫除尘迹或驱赶蚊蝇之用，后期由道人将其演变成兵器，属软兵器一类，有着手拿浮尘不是凡人的说法，都是因为他有着一位仗剑走天涯的武生母亲。母亲从他出生之后就设定了他的一生一定要学武，最好能出国，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那就是好上加好。于是五岁的周凌霞开始了一条迥然不同的人生路。之前我就梦想能在一块地方啊，在巴黎啊，有一块自己的。有人吃饭。周凌霞不仅让法国人认识了这个外表瘦弱却武功高强的女侠，还让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慕名而来拜她为师。然而当天性浪漫的法国人遇到尊师重道锄强扶弱的中国功夫，二者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？为何洋徒弟就一个荷花的动作，两腿自然分开，与肩平宽，从上转到下，旋转的力量伸出去，无限延伸。接下来您看到的是素有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定乾坤之称的八极拳。
浮沉随浪此地今次春天时什么意思？导演没跟我说是这样的一个现场。我看出来了，太极、瑜伽、气功，他们五大派系相遇了，禅舞就在这个浪漫之都火了起来。它既满足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禅的好奇心，也让现代人找到了释放压力、养生健体的通路。马上，最适合初冬的零基础禅舞动作，教您在这个季节里养肾护肾，赶紧和女掌门一起学起来吧。